陈氏太极拳精要十八式是由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陈正雷在陈氏太极拳老架的基础上精选组合而成，套路简单，好学易记，是太极拳初学者掌握陈氏太极拳运动规律和运动方法的捷径。练习精要十八式对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有极大的帮助，因此又被称为陈氏太极拳养生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习练陈氏太极拳精要十八式？在练习套路之前应该做哪些准备活动？练习此拳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陈正雷亲传弟子、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员郑东霞一起学习陈氏太极拳精要十八式。陈氏太极拳精要十八式是由陈氏太极拳嫡宗传人陈正雷大师在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的基础上精编而制，动作简单，容易记忆，非常适合初学陈氏太极拳的人学习。练习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下热身操。腕关节最大幅度的给它拉开，好，肘关节在身体两侧，把肘关节活动开，好，肩关节尽量的向前向后，好，前后拉开，力度放慢，幅度放大，最大幅度的把肩胛骨周围的肌肉拉开，向上，好，往前走，好，换手向后拉，对，肩关节最大幅度拉开，再向前，好，做完之后了，加一个扩胸振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架臂转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放松轮臂拍打，肩关节周围的组织韧带做一个调整恢复，好，然后我们一起来做髋关节，最大幅度的向左，好，再向右，好，髋关节做完之后，膝关节两手放在膝上，同时向左，让两个膝关节相互有一个依靠，最大幅度拉开，再向右，好，然后两个腿分开与肩同宽的距离，膝关节同时向内活动开，然后再同时向外，
好，再加大幅度，慢一点，向里合。对，向里合。好，放松一下。好，下面我们来做一下提膝摆胯，双手叉腰，到提膝，一、二，最大幅度向外摆，向里合，换腿，一、二、三、四，好，最后一个动作，踝关节，放松，好，再换。关节活动操主要是将身体周围各个组织韧带、关节充分拉伸，起到一个舒筋活络、气血通畅的一个作用。好，我们来做一下，最后引体向上，恢复调整，向上，吸气，憋气，松。好，再来一次，向上，脚跟离地，吸气。憋气，松，好，活动完毕。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个动作，六风四臂。我先来示范一遍。下面我来讲解一下这个动作，揽扎一。这时候呢，我们的重心在右腿上，右肘与右膝关节是一个相合的一个动作。左掌的掌根往下坐，中指指尖立起来，立点呢以小指为领劲，撑起来。用你的左手去接你的右手，一，接住手，同时呢注意接手的时候不要把肩架起来，很放松的，一。接住手，二的时候呢，两个手就像拉住对方的手一样，两个手一起往下拉，这时候重心了往左移，两手在身体斜下方拉出去。三的时候呢，移重心了，两个手往上翻掌，合手合以身体的左侧放在左脸的边上，就像这里抱一个球一样的。这时候的重心了已经压到你的右腿上了，然后通过松胯合腿，把它力点合住它，收出去。推出去，六风四臂，推出去，力点呢放在掌根上，放在掌根上。这个时候呢，要求头往上顶，胯呢往下松沉，手往前推出去，向前推出去，往前下方按出去，力点放在掌根上。注意啊，背一定要向后撑起来，形成一个上下前后两个手臂左右膨圆的一个动作，六风四臂。同时呢，右手在推出去发力的过程中呢，右手占六分的力量，左手呢占为四分的力量，所以称为六风四臂。好，我再来做。整个肌肉群收缩的力量，增加腿上的底盘力量，对腿部的平衡作用非常好。然后推出去，还不止收推，这个时候是个同时的，不是到这里一蹬，减缓了力量收回来的，而是先移重心，收，把这步子轻轻的给它拖回来，通过你右腿的这个肌肉力量，腿给它收回来，手呢往前推出去，力点呢发出去之后呢。是一个推掌的一个作用，就像对方在这里把手给它放出去一样，力点呢放在掌根上，尽力呢送到烧结推出去，上往上捧起来领劲，下往下松沉，手往前推，背往后撑，两个手臂撑圆，这叫六风四臂。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动作，揽扎一。走，一，左手接右手，对，重心不变。二，双手下捋，松胯下沉。对，三的时候往上翻掌，移重心合手，还有两手合于这个左肩旁。对，四，推掌收步，往下松沉。对，做到上往上顶起来，胯往下松沉，手往前撑，背往后撑，对，
手往前推出去。好，来做一次懒扎一，对，这膝关节啊，肘与膝相合，肩往下松沉。启动的时候呢，肩不要动啊，走，一接手，对，你看感觉到，抓手，然后往下捋，对，对，下捋。好，移重心，翻掌合手，看，这里像抱一个球一样的感觉，拉在这里，对，好，四，推掌收步，对，这时候单腿支撑在这里，左脚在这里只是起到一个往上撑的一个点地的一个作用，附加支撑作用。啊，力点放在掌根上，指尖往前，头往上领，拉起来。这时候感觉到腿上酸沉，对，好。来，我们再来一次。这个对单腿的支撑作用啊，腿上的肌肉力练习非常好。来，懒扎一，对，走，先接手，二，双手下捋，对。三，移重心合手，四，推出去，对。所以在练习的时候，你看单腿支撑在这个动作太极拳的练习中间是非常多的。膝关节这里啊，别往里扣，也不能撑得太狠，膝关节往这里，对，它只要达到一个内在的一个圆当作用就行了啊，撑开它，对，有收有放的一个作用，对，胯松哈，松下去，力点在这里，单腿支撑，从胸前发出去这个力量，对，好，再来一次，对，膝关节撑起来。太极拳里面这个步型里面多为三七弓步，啊，重心腿这一侧为七分力，那么非重心这腿这一侧呢，它只有三分的力量，对，拉开，然后看看你的膝关节是否过了。对，检查一下，腰直起来，脚底下稳住，我们要求是脚下脚落地生根。好，接手，对，往下捋，双肘往下合，对，好，松胯转腰，移重心合手，走推。在练习过程中了，要求呼吸、动作加意识三者紧密相合。六风四壁在练习的过程中呢，既有它的攻击性呢，又有它养生方面的作用。特别在练习中间，两手推出去的时候呢，我们意到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这个练习呢，把我们的身上的那个力度呢，给它周围的肌肉放松开，然后呢，意念呢打在掌根上，打在掌根上，身体的一个中正性，对于这个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合作用。通过这样的练习，或者说是让发力动作呢，对脏腑器官呢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按摩作用。六风四壁中的一个单腿支撑呢，它既锻炼了右腿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同时呢也保持了我们身上的身体的中正性。两个肩部的这个膨圆，在练习的过程中呢，会让我们这个肩部肌肉呢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作用。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要做到头虚灵顶劲，胯了往下松沉，通过头往上的顶劲和胯部的往下松沉作用，对你的脊柱骨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拉作用。所以有这个颈椎病的和这个肩周炎这个练习过程中呢，他会感觉到身上的一个整个通畅作用，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也非常明显。好，让我们再来练习一遍。